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前辈，我是小东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喀什了，来到了喀什的牛羊大巴扎。对，因为大家知道我带我妈出来旅游，她对于这个市场的热情是远远大于景区的。这个牛羊大巴扎我们是第三次来，我觉得这个大巴扎是我在国内能见到最 local 最有特色的一个大巴扎。对对对对对，非常的 local， 非常的当地。我们也是赶得巧啊，三次来喀什，三次都赶上它开门，因为它一周才一次。对，周日的时候。这条街的摊摊就是卖一些日用品的。以前是不是卖日用品的很少？我记得少。哦，牛的应该是在那块。我们是从那个帕米尔高原那边赶过来的，到这边已经7点多了。哎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7点多。这条街上有买干果的，也有买水果的。这个摊摊比以前要多好多哦，感觉。我等一下买一片老黄瓜吃吃，再买点糖包子。真的可以来逛一逛这个地方，就是他们本地人赶集的一个地方，我感觉。你每周日才有一次嘛啊。10块钱5个，然后哥挑几个好一点的，好吧？挑个这个。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好。好，好。我们自己挑吧。那自己挑吧，这个没有。哎，这个呗。10块钱5个。嗯。来一个这个。好。我给你看。你给。请单发东西五块哥，请给我闻的10块钱5个。嗯，那个烂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走，先带我妈去看一下那个活畜交易市场哦，这个我觉得是最有特色的。别的这些那个什么干果啊、水果啊，哪里都有。福田富一。他这个字也不补一下。福田富一交易，福田富一市场。嗯。这里真的要戴口罩了，前辈。这里要戴口罩了。不小心啊，有一辆车里面装了一些牛啊羊啊，他会拉粑粑，拉下来会。我之前就这样子啊，对啊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吃馕坑肉呢，然后后面那个马。拉到我身上了，对，拉到我身上了，只有。来，我感觉他们已经结束了，已经。不用不用，谢谢啊。已经结束了。以前这里这一块都是那个卖牛、卖羊、卖骆驼、卖马的。挤都挤不了。对。要让来让去的都很多很多马，很多牛，然后还有一些羊，长长的屁股。嗯。但今天因为我们是帕米尔高原赶过来嘛，可能他们已经结束了这个。对对，都已经运回去了呀。现在人真的是太少了。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赶上。他们都装车回去了。对，我真的是从帕米尔高原冲下来的，一路冲到喀什市去。那就走吧，没赶上，这已经。那就走走也行啊，反正来都来了。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，前面慢慢，你要不小心踩到屎。踩到了。在这里啊，一定要戴口罩，一定要戴口罩。都是小牛犊子。这个牛长得还怪好的嘞。你还怪好看的嘞，长得。他不愿意走。他本玉器啊。他要回去了。哎呀，在尿尿，水龙头在放水。他这个羊皮屋为什么不是短短短的？对，品种不一样。他但是他的那个屁股上的油也挺多的感觉。但不是那种短，哦，是那个，那个比较短一点。你那那那我那个黑色的，哇，蜜桃臀啊，蜜桃臀。就是我们吃的羊肉，在这里吃的羊肉就是那个，对，它现在规划的更好了，已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棚棚，对，也没有这样子的那个围栏围起来了，它可能现在分区了。分区了，以前真的路都走不动在那边。以前
是那种不是这种钢的，是那种竹子的，拦一拦，封一封。这个以前做囊就是用这个的吗？给我买一个这个吧，我挑一个，大小一样哈，价格一样。我拿个小的吧。前面说到是一个冰淇淋，手工冰淇淋。谢谢。哦，我看他们现打现做的。你吗？两块钱一个。蛮好吃的，兄弟，我以为会有冰渣的，很细腻。两块钱一个。馕坑肉。这么大。我感觉这一餐真的有一点放量了。十五块钱一餐。我刚刚走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卖十块钱六个了。因为是我挑剩下的。他有时候会有虫的那些。拍一下出点汁会更好吃一点。甜吗？这个，在我吃完冰淇淋之后吃这个，就没有特别甜。这个多少钱一斤的？一共是十块钱。你给我拿个。好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叫什么馅啊？哎，蛮甜的，蛮甜的。腥味很浓。你给我弄个十块钱吧，好不好？帮我挑一些甜一点的。这个叫什么杏啊？杏子。就是杏子。什么品种的呢？那个我不知道，这个嘛，这个哈士特价嘛。哦，喀什的杏子。收获了一公斤的杏子。这个杏子真的杏味很浓，很甜，就看着不是很红啊，但是也很甜。我再去看看有没有一片片的那个瓜麦，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贝果。这什么瓜子啊？是本地的吗？新疆的吗？新疆。新疆哪里的？河南的盐津，在我自己加工。你看这种长瓜子，好像就是他们新疆的。少称一点点。好香，给我称一点点好不好？少称一点。哎，太太，够了，我一个人吃。我平时喜欢。在房车里面嗑瓜子，我妈自己买了一串。你自己买出来？这个就是亏了比你嘛。这个是雅阁。这它羊肉和羊肝都有，这一串是羊肝呢。一样的，就跟我买的是差不多的。它其实没有那个小，没有那个小的那个羊肉串好吃。这个叫馕坑肉嘛，就是。这串是十块钱，来。这是我的馕坑肉，这个十五块钱一串。哎，林姐。哎，你买了什么？我买了一串馕坑肉，我妈买了一串羊肉串，卖都出来了嘛。那你吃一下我这个呢，这个叫馕坑肉，你直接拿着吃，拿着吃。你那串给我好了。你说是还有种好串啊？应该是我吃不是一串，应该是更好串。我觉得我一块更有女人。对啊对啊，馕坑肉它就是有点味道的。现在已经到酒店里了。最近在新疆吃羊肉有点吃怕了，吃点炒菜。素菜，四个都素菜，你看。茄子、包菜和那个。包菜，萝卜。你要吃这么多饭？我妈吃不完，她给我。我另外叫了麻辣烫，我想吃点辣的。这个辣不辣？我忘记跟她说了，你尝一口，辣不辣？不辣。你这个茄子怎么样？我看人家评论里面还可以啊，感觉到很好吃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爱吃，我给你点。晚上就不出去吃，主要是昨天没睡好，今天你要早点睡。